被泡泡攻击了。老师在叫我是玲玲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要去看游隼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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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拍我。啊！再来，来看一下谁睡。我是小叶子爸爸的呀。有没有看到我眼睛？来，猫咪，两件车子哦。这是丢麻局啊，还是你们去看？好。大哥，大哥。哎呀，麻局接下来了，在丢麻局了啦！现在丢麻局了。小心来，师傅跟妈妈拿去捡麻局，在旁边一点哦，后面一点捡就好了。吓死人！酋长岩这一块，先带有了你控的大炮走过去，回家了。目前看起来没什么人。哎，大家问一下，孵出来了吗？有，有了，已经孵出来了，看不到了，看不到了，它有一段时间才会看得出来。所以那个现在小 baby 还在里面，真的公鸟飞出去了。哎，公鸟两只都飞出去，两只都飞出去了。刚刚听到那个鞭炮声啊，吓着，你有没有？啊，又吓着又跑出来。啊，好，差一点。没有关系，等一下还会回去的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工具来，有啊，好好的欣赏一下。好，谢谢。没人。那天看是在这一堆这边附近，两只都飞出去了。由于那个那边有新船，所以先来去看新船那个活动，刚好遇到，而且他们还会继续放鞭炮吧，所以在那边等等游隼的话，其实也没用，鞭炮一响，游隼又飞走了，所以就先来去看那个新船，好像有活动吧。他来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哎呀。钓麻吉钓完了，还蛮多车的，都要去象鼻岩的。没有位置哦，你没错。是老店阿华鲨鱼羹，以前我是3年前来的时候就有了，以前爸爸妈妈来这家吃过哦。
他我刚才问说，他们说孵化了，但是那个公鸟母鸟不知道飞回来没有。妹妹，妹妹呢？妹妹过来，妹妹来这边来。妈咪来这里。拿出来呀！姐姐，你看，你看，他要把那个食物。要抓！喂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！哈哈哈哈哈！把那个下去吧。哎，走走走！为什么这么可爱的蹲着吹泡泡？啊，他躲进去了哈、哦，可是他头没有伸出来啊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，头上又跑出来一点点，可是这样很难拍。他怎么会躲呢？因为他巢穴是在这边呢，不可能在处理食物啊。可是他脚底下有的蛮那个。有有有。对，哎，叫那个。谢谢姐姐。他是在家播呀。对，他要是空花心。花心是吗？空花心啊，哥哥。嗯，哦，干扰。空花心。拿个东西看。对啊，不知道谁去，谁去拍的？对对对啊，我要。没人在操控，他现在那个石头有。哪里有？无人机。他从别的地方飞过来的，他不让你们知道。他从后面那边飞。对。好，你帮我看一下啊，我马上联络哈、哦，谢谢谢谢。另外的三条，哎，可能有可能是爷爷想变一变。嗯。而且正好游隼回来的时候，他飞过来。回来就会叫。回来会叫，对啊。会通知他说要回来。哦，难怪刚才有叫。有叫声。他脚底下好像有抓到，因为形状比较不一样。竖起来吧，应该竖起来，因为穿了这个太远了，太远的录不到。我现在用这个录就好了。你看我再看就好了。好，谢谢。它只有羽毛飞出来而已。好，问问那我们该厉害应该。
拿出来呀、啊。有没有？他跑到那个右下角草堆那个山壁里面。对。石板烧，石板烧，等一下我要吃那个脆皮吧。有。麻烦，这里有一只石板图哈，来。那个是香肠啦，狐狸香肠。狐狸香肠。我不要吃。我不要吃狐狸香肠，来。吃水鸡不会吃热的东西。嗯。看看这上面。收工。对啊。OK， 拜拜。381啊，你带你等你上来看几个轮到啊，我无轮。好 ，OK。对啊，你开车很好开。嗯。对啊。好。就三八一。好。三八一。啊。OK。北宁路三八一。上来看会清楚。应该会看到。好 ，OK， 谢谢，拜拜。北宁路三八一。三八一，对。